本期讲解一个小绿书 AI 带货实战营，公众号加视频号联动的一个项目，教会你选品带货，助力副业创收。这是一个通过公众号图文化文字带货赚钱的项目，该项目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带队，提供详尽的带货 SOP 和专属交流群啊，助力学员快速实现副业收入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啊，里面是这一个飞书的链接，大家打开看一下。这是第一套啊，小绿书带货万字清晰化操作的变现指南，讲得非常清楚，包括这个关键词的选择啊，电脑版的小红书啊，还是账号的注册等等，等等，还有这个选品，手机端选品中心啊，电脑端的选品啊，如何选品啊，都详细的讲解啊，还有这个电子表格都有，还有这个 AI 破局这个也有，公众号小绿书带货两套教程讲得非常详细啊，这现在也是一个风口项目，跟着操作就可以。大家看看，非常多啊，标题怎么写，佣金如何决算啊，一些问答问题全部都有讲解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。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这一个小绿书 AI 带货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次教程了。